邓婕几岁你知道吗？邓婕几岁？比我小，比我小，比我小。小雨比我大呀。我们问年龄啊。年龄，年龄。你问。我问吧。哎，你问。你啊。不要浪费我的问题。你。你问。不问了，不问了。我想先看一下。OK 啊。你问还是我问？你问。我问。好。等一下，我想，他已经转向他要转的位置了吗？你想通过影子来看？已经转了吗？所以我们谁问都没有差别。不是谁问有差别，因为如果你是你问的话，就变成你跟他说。我来。哦，对吧？那我来吧。啊，你来。我无所谓，都行，都可以。你来，我都可以。好，你来。选好了，我来啊。反正我觉得我会。你会什么？你会没事。说嘛。没事。他想上去，他肯定是面向我的。这个歌唱出来就不是你的词。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非常有信心的邓先生，他会选我，我真的很有信心。